我觉得现在好像还行，还行。我觉得应该不会卡死了。哇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多聊一会儿。对，我换了背景，我就是找了几个我比较满意的照片。我当然看得到你啊。谁啊？等我一下，我满意这个照片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还在开电台。对，我觉得我这几个照片还挺好看的。主要是还有一些照片，就是那种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但是放出来它会只有一半的脸，然后我就觉得不行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对，我也觉得我适合酷酷的，我觉得我非常的酷。谢谢你的，这是什么猫咪气球？可爱真的很困难，我就。特别羡慕雨欣宝宝那样子，那么可爱，那真的好可爱。不了不了，帅不过帅不过，又唐四少真的很帅。还想看他们四个一起跳舞。好的，那你也高考加油。老妈走了吗？啊。是吗？我觉得我还行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好好好，是的，好的，其实我还想下去溜达，但是我觉得好麻烦，所以就还是不要下去溜达了。我不是懒，我其实还挺想下去溜达的。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的丫丫前辈说要推我。哇，真的吗？你没有骗我吧？他什么时候说的？我超喜欢丫丫前辈的。哇，这倒无所谓啦，就是加推就行嘛。哇，感谢我的丫丫前辈，我真的超喜欢他的。而且丫丫前辈真的很甜，超级甜。我去！哇，你为什么非要问我喜欢他啥？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就是喜欢他。哎，我手机好像真的要没电了，2%。
好的，谢谢你们的音乐吧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但是。我真的很喜欢丫丫全呗。哇，谢谢。我觉得还行吧。其实大家都差不多。你们喜欢的人还不是不少。我没有吃什么。我之前看有，就是玩那个史莱姆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其实就是说尝一尝鸡肉味嘎嘣脆。卡迪拉是什么？零食？什么呀？卡迪拉没有听说过，你真的没有听说过那个东西？科普一下吗？是单推什么？那卡迪娜真的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一帮同龄人，你们多大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97这哦还行，但是真的，我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比萨卷又是什么东西？你是谁？妙脆角我吃过，但是比萨卷和卡迪娜是什么？代沟一直都有的。麦丽素又是什么？天哪，这都是些什么？真从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吃的。麦丽素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需要百度一下。真的吗？我百度一下。巧克力吗？巧克力啊，就是里面会有那个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对，脆心巧克力。
我觉得脆心巧克力那个真的很好吃。比巴布泡泡糖我知道，我吃过，这倒不至于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有几个印象很深刻，我可能吃过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啥。我觉得之前反正就是奥尼奥吃了很久的，然后德芙巧克力也吃了很久的，其他的真的，反正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对，对。但是奥利奥真的很好吃，鬼脸嘟嘟也很好吃。那个 MM 豆难道也，MM 豆也很好吃。MVP 为什么是辣条？无花果丝是什么呀？我没有吃过。真的吗？我觉得鬼脸嘟嘟还挺好吃的。哇，这么惨！但是我真的觉得，就是饼干好那个，还有什么饼干？就是我觉得饼干好吃的就是，奥尼奥、鬼脸嘟嘟，还有那什么，我记不得了，就是一个不是夹心的饼干，王子饼干也好吃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奥利奥和鬼脸嘟嘟比较好吃。动物饼干没有什么印象，没怎么吃过吧？可能 不是趣多多，小小熊饼干我知道，那个还可以。旺仔牛奶我喝过易拉罐的，我觉得反正就是很正常，就是易拉罐的那个。味道不一样吗？我觉得好像味道，那个旺仔牛奶味道好像一直都是一样的吧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，还有绿色和黄色的旺仔牛奶，真的吗？我都没有见过绿色黄色的旺仔牛奶，我还没有去过天津。是吗？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喝的易拉罐的旺仔牛奶也只有红色的，黄色的、绿色真的没有见过。手绘包装的是什么？天呐！觉得真的有代沟了。等我有机会了再去天津。我觉得天津其实还是挺远的，我真的觉得天津离北京挺远的，就是那种要坐好几个小时车的感觉。对，是隔壁，但是我还觉得应该要坐很久的车。是吗？只有，他们说只有半个小时，很近吗？我一直觉得要坐3、4个小时。是吗？真的吗？我一直以为要坐3、4个小时的车。啊！我真的我。什么呀？不是我爸说是坐半个多小时就到，我真的一直以为都要坐3、4个小时的车，真的只要半个小时吗？天呐！
那就比成都离重庆还要近。主要是我没有去过，等我什么时候去一次。哇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真的不行。最想去哪里？我其实没什么想去的地方，随缘吧，随缘去。好的，有机会去的话，我就去看一看。其实我还挺想去，我就是上海，我都没怎么去，我就是来这边中四的时候去了一次，然后我以前都没有去过上海，我一直想去上海玩。来优糖看小偶像吗？哦对，然后我还想去浙江玩，但是我不知道浙江有什么好玩的。对，有机会多溜一溜。然后我来北京这么久，我不知道浙江，我不清楚，我就是想去浙江玩，还想去福建玩，但是我觉得福建人说话我会不会真的一点都听不懂啊。确实我觉得好多就是浙江，就反正我觉得很多浙江的很好看，黄汝前辈还有我们娄老师都长得很好看。义乌是在江，是在义乌是在哪里啊，老板？浙江。对，浙江，没有错。我觉得浙江的都长得好好看。俄罗斯，我要是去俄罗斯，那得艾丽带着去。哎。确实，我们这边也30多度啊，好像是30多度吧，就20多度、30多度的样子。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的脸都很不舒服，我觉得北京真的太干燥了。我知道都在跟我说北京昨天很热，然后我就有点，就是回去了之后我就不想出门了。哇，天哪，42度，真的太热了。昨天成都都只有30多度。那是成都。成都今天真的很热。反正我是觉得很热了。他们之前有人说，对，四大火炉现在不行了，我觉得已经换，该换地方了，四大火炉。之前有人跟我说，就是高考的那几天一定会下雨，但是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，我希望明天能下雨，不然会很热，希望明天能凉快一点。那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成都其实还好，就是应该就一直在30多度了。啊，这样。你这个形容很贴切。火炉要换地方了。对啊，明天高考，
就是因为明天高考，所以才希望明天能下雨，不然真的好热呀。真的每年高考都下雨吗？但是我一直记得好像去年没有下，是我记错了吗？其实还好吧。哇，那这个天气真的有点吓人。不过真的能到42度也是真的很厉害了。我打算再开一会儿就关了。我想去卸妆了。不知道，我再说吧。我不知道要怎么。6月初42度，对哦，好像才6月初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之后也不会再高了吧？再高就真的太热了。嗯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就是这两天，不是。但是这两天就是，好像昨天都昨天也好像也挺热的，然后前天很凉快，昨天热，今天也很热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。这样。反正还是希望明天凉快一点，不然考场真的会热死的。咱们开到40好不好？谢谢你的应援棒。对，没有空调。我今天去考场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地方只有电风扇。不过有电风扇就行了。外面下大雨。哇，你在哪里啊？外面下大雨了。你等我一下。哇，为什么考场有空调都不给开的吗？啊，天津下雨了哦，那可以，那降温了，应该之后不会那么热了。明天下大雨，明天下大雨，你是说哪里下大雨？没事，反正还是会降温的，不会一直那么热的。好像成都明天不会下雨，好像后天才会下雨，明天还是有太阳。但是就是下，我觉得下雨之前会特别不舒服，因为下雨之前就空气特别闷。就闷热的那种，啊！但是下雨就好，但是真的下雨之前，我觉得特别难受。我去不了，我就在成都，我8号考完就回去。
气压低。嗯，我觉得好的，我觉得真的挺赶的。我本来，谢谢你的玫瑰。我本来群价群到了十几号，结果又改到了，结果又改到了八号。对，我也觉得很赶。哎呦喂！我就觉得就是来了就没两天考试，回来没两天就考试，考完试就要走。不啊，我请到了十几号，但是后来又改成了，就是又改成了，就是请假请到八号。好的呀，我再开，再开，对，还有两分钟我就关掉。再过两分钟我就关掉，我要去卸妆。对，我差不多是裸考了，也就是裸考了。然后明天好像考，明天考什么？明天考语文吧。啊，对，语文和数学。没有，我今天是回学校了，然后又跟同学就是聚了一下，所以今天化了妆。我明天肯定不化妆了。我知道我考什么，真的是。我知道我会把东西带好的。我不至于这都忘。不，我觉得语文不好，语文一点都不好。语文真的太令我难过了，语文是最令我难过的科目。还有一分钟，对，我跟我卸完妆，洗个澡，然后再收东西，然后就睡觉。小作文是什么？好的，我看得懂，但是我真的，我语文真的不是很好，就是令人难受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语文，就是我觉得我其他科目都比语文好。高考七万被人嘲笑了八年，那我要是我应该不，我高考不会七万的，我会起来的。我觉得还行，我觉得我虽然就是没有美貌，然后还行。不知道明天语文能考几分。我知道了，那这真的就是太惨了，我不会起晚的。W 五枚90分真是太高估我了。好了，我要关了。背不住一下就火了，我要关了，我要去卸妆了。拜拜。好的，我会加油的。可以跟来我房间跟我聊天。拜拜。
好了，我关了。